欢迎各位又全面进场。话说美国又再向台湾发售先进的军事设备了。法新社就形容啊，话呢一趟嘅交易啦，肯定啊就系会触怒北京噶啦。咁啊，大陆嘅《环球时报》啊，今朝早咧就喺微博上边发表咗一条贴文，嘲讽台湾啦，迟早就买到干糖喎。嗱，好啦，喺讲落去之前啦，首先就要呼吁各位益友记得免费订阅我哋嘅频道，多谢晒大家嘅支持。嗱，根据彭博社所讲啊，就话台湾已经正式签署好协议。向美國購入66架最新款式的 F-16V 戰機了。報道還提到啊，說今次是自從1992年時任美國總統魯布殊批准向台灣出售150架 F-16 戰機以來啦，華府啊再次向台灣出售同類型的先進戰機。咁話嗱，《環球時報》啊今朝早咧就發表了一條酸溜溜的貼文，他哋就話對於呢一則嘅軍售消息咧。有網友就酸諷啊，咁啊唔知呢個網友係真有其人啦，定抑或係自行想像出嚟噶啦？呢個網友講咩咧？佢話都係榨汁機操作嚟噶，美國同民進黨聯手揸到台灣乾糖就鬆手啦。咁啊，針對呢則消息啊，有島內嘅網友咧就喺台媒討論區嗰度咧留言表示啊，話台灣嘅納税人嗰啲錢啊。都養曬美國人去咯，咁樣嗱呢啲啊，認真就係酸言酸語嚟噶啦。實情咧，呢個《環球時報》大可以啊，大放厥詞咁樣去批評咧嚇呢一個美國對台灣嘅軍售嘅。咁啊，唔需要寫呢啲咁樣嘅九唔搭八啦，係咪先啊？嚇咁實際上嚟到講嚇，蔡英文執政期間咧的而且確啊，比起馬英九嘅年代啦。購入美國嘅軍備嘅頻率同埋嘅金額咧，係頻密咗嘅，係大好多嘅。嗱，蔡英文就任咧呢個總統以嚟啊，已經接近係五年嘅時間啦，四年多啦。嗱，唔計今次啊，美國咧就已經向台灣出售咗軍備咧，總共係七次噶啦。咁啊，計埋今次就八次噶啦，而且咧真係價值不菲嘅。咁點解會同馬英九執政嘅年代啊有咁大嘅對比呢？就正正係因為馬英九執政嘅年代啊，喺國防開支預算嗰度就係削減咗好多咯，而且咧亦都阻擋咗好多次美國對台灣嘅軍售案，咁啊所以咧嚇就造成咗啊而家要追翻落後咯，嚇咁啊呢一樣嘢喂究竟係誰是誰非咧？喂實在係有好大嘅討論空間嘅喎，咁你當年國民黨執政嘅時候，喂都唔去更新下啲軍備。哦，咁而家蔡英文執政走去嚇購買一啲先進軍備嘅時候，就俾人話揸到乾糖。咁到底呢啲咁樣嘅評價是否啊係合理先？係咪啊？好啦，跟住咧就再講到啊呢一個咁啊馬英九啊當年啦嚇就任呢一個總統以後啊，其實咧都唔係好願意參加閱兵嘅啫噃，因為咧就擔心刺激到大陸啊嘛。好啦，咁而家美國對台灣屢次咁樣出售軍事嘅設備啊。咁除咗話好似呢一個《環球時報》所講咁樣話要賺錢以外咧，其實有另一個幾明顯嘅目的，就係希望提升得到嚇呢個國軍嘅實力。起碼咧嚇，當呢一個台海之間出現啲什麼特殊突發狀況嘅時候，啊台軍咧係可以頂得到啊美國前嚟救援。若然台灣係頂得到嘅話，咁當然整個局面就係好唔同啦。若然頂唔到，咁啊下場咧就係等同於啊。《環球時報》老總胡錫進所講一樣啦，咁啊胡錫進咧較早之前啊就喺 Twitter 上邊發表文章，佢就話中國解放軍咧已經喺台灣海峽同埋佢嘅南北兩端進行咗軍事演習啦，咁樣就表明啊解放軍係有能力喺幾個鐘頭之內啦發動全面攻擊並且係佔領台灣島嘅，咁啊從而使到美軍啊係冇時間作出反應。咁啊，即係胡錫進咧又登啦。其實胡錫進咧，即係嗱，講起佢嗰啲嘅貼文啊，連續就唔知登咗幾多次咯喎，唔知係咪美方啲人員睇實佢嗰個啊嗰啲貼文啊，走去作出反應嘅咧？嗱，上個禮拜啊，胡錫進就講到話字節跳動啊，即係 TikTok 嘅母公司啦，啊就話叫佢啊，喂可以反客為主嘅喎。是可以打亂特朗普的如意算盤的，跟住呢第二日特朗普就簽署了行政命令，話要封殺呢個 TikTok 啦。好啦，今趟他又話解放軍有能力咧幾個鐘頭之內佔領台灣，咁啊卒之咧美國就落實對台灣的軍售。
咁啊，上个礼拜吓，即系胡锡进咧就曾经挑机嘅，佢话你有本事啊，美国有本事啊，就同台湾建交啦，笨咁样，佢大概意思系咁啦吓。咁啊之后咧啊，美国方面咧就将呢一个驻北京嘅吓驻华大使馆啊嗰个徽号咧吓嗰个徽章啊，中国嗰两个字咧就系删走咗嘛。咁所以呢个胡锡进喂，似乎真系讲多错多喎。人哋係咪有心針對你嗰啲貼文，就可以作出反應呢？啊，我啊真係奇怪，咁啊叫做連登幾次喎，佢有冇咁準啊？真係咁啊，豈不是啊，係成為咗新一代嘅燈神嚇？咁啊，胡錫進啊就講到話老解咧喺台海同埋呢個南北兩端進行咗軍演。咁實情佢所講嘅台海咧，後嚟有報道咧發現啊。原來呢，咁啊當然唔係基隆港以北嗰啲海域啊咁近啦、啊，又或者係屏東以南嗰啲海域咁近啦、啊，唔係近岸嘅，原來係好鬼遠嘅嚇。咁啊，所以咧佢個台海就唔知點解嚇嗰個範圍突然間闊咗咁多啦，伸縮棍咁樣好似。咁但係唔緊要啦嚇，事實上就係真係進行咗軍演嘅。咁但係咧，佢講到話老解有能力喺幾個鐘頭之內啊佔領台灣。實際上佢講呢一個嘅情景咧。首先嚟到講有兩個先決條件，第一就是老解咧真真正正係有咁樣嘅軍事實力，係可以打得低國軍嘅；第二就是咧美軍啊唔會強力咁樣介入呢個台海嘅局勢。嗱，若然美軍一去介入嘅時候啊，喂，其實啊邊一方面都好難控制嘅咯喎，就唔單止係一個局部嘅軍事衝突嘅咯喎，分分鐘係演變成為一個全面嘅軍事衝突。咁到其時咧就變咗係一發不可收拾噶啦。啊、到時那個的、啊、衝突的場合、啊、不單止是會局限在個台灣那處、啊、你怎知道美軍會做什麼、啊、因為、啊、人家的空軍呢、啊、就相當先進的，不需要埋到近岸、啊、就已經做到很多操作了，而大陸方面、啊、也都一定知道這些的弱點啦，所以、啊、就算現在是軍演也好，或者是有一些戰機、啊、在這個台海中線那裡出沒也好，諸如此類，其實都是維持緊係一個可防可控嘅狀態嘅，就唔會咧嚇真真正正演變成為什麼嘅軍事衝突，又或者係出現什麼擦槍走火嘅情況。因為其實邊一方面啊，都好難咧嚟到去承擔得到嗰個擦槍走火所帶嚟嘅後果嚇，因為好難以想像啊個規模係可能會好啦。咁啊，跟住咧再講下呢一個前總統馬英九咧喺台灣嘅島內啊，就係俾人鬧得好厲害啦。因為他又發表了一個嘅偉論，他就話中國攻打台灣咧就係首戰即終戰，即係一旦發動戰爭嘅時候咧，就會喺最短嘅時間之內拿下台灣噶啦。咁要使到台灣根本冇機會向美國救援，而美軍咧而家根本係冇可能過嚟協防台灣噶。嗱，呢段説話咧就俾人鬧到係七個一皮啦嚇，即係話佢點解又係即係長他人志氣滅自己威風咧？你身為呢個前總統嚇，到底講呢番説話是否係符合佢嗰個身份咧？咁樣啊，更何況嘅就係啊，馬英九咧就俾人翻舊帳喎。嗱，原來佢喺六年前咧就曾經講過呢番説話㗎，喺一個軍事演習嘅結束之前啊，佢就特別嘉許咗全體嘅參演同仁。他怎麼說，他說天下雖大，好戰必亡，國雖安，亡戰必危、啊、別人就說你當年說這個亡戰必危呢就是鏗鏘有力的，為什麼來到今時今日就變成了說這些什麼首戰即終戰呢？是不是真的人會隨著時間而改變呢？這樣、啊、我相信就是了、啊、這個人真是越老越糊塗、啊、這樣都未止、啊、另一項的舊帳又被人翻出來了，就話原來早喺2001年嘅時候咧，美方啊喺民進黨執政時期，咪即係呢個陳水扁做總統嗰陣啦，就曾經宣布話要出售8艘嘅潛艇咧俾台灣噶啦，但係啊經歷咗十幾年都冇下文喎，咁啊點解咧？原來啊就係國民黨喺呢個立法院程序委員會封殺咗3項軍購案啦，總共係去到69次啊，咁啊導致呢個軍購案咧最尾就係告吹噶。時任的國民黨主席正正就是馬英九了，這個其實就是正正回應了《環球時報》的批評咯。為什麼說在這幾年裡面不斷買，買到好像快要乾塘呢？因為本來就可以分攤在十幾年裡面買的，只不過當時有人是從中作梗而已，是吧？
咁好啦，呢、這个即系马英九又系你咁样讲呢啲说话咧，吓、啊、你不如啊唔好喺台湾嗰度好过啦。讲埋嗰啲嘢，首战即终战，你同阿胡锡进讲，你有乜分别啫？嗱、啊，胡锡进讲咧，我就觉得冇问题、啊，因为系完全符合佢嗰个身份啊嘛。啊，你咩身份？胡锡进咩身份啫？吓、啊，所以唔怪得啊，国民党啊吓喺、啊、高雄啊连输三次啦，今年。好啦，呢一节讲到呢度先，多谢大家收听，拜拜。